向前向前。大家好，我叫小美。大家好，我是柔一。大家好，我是义慈。大家好，我是松泽。什么学校？你们来自？跟大家说一下，是来自台中的亚洲大学跟逢甲大学。哇哦，从台中上来比赛了，掌声鼓励一下。那什么时候回台中？ 晚上就回去了，这也是特地上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哇，这个精神非常非常的敬佩，再往前一点。那如果你们今天能够顺利这个进决赛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这是你们会在排新的舞，还是？就是可能会延伸吧，延伸出，把它排得更紧凑一点。啊，因为这个是我现在问的问题是所有人的会有的问题，因为。 就是到了决赛，大家拿出要端出来的菜会不一样，因为毕竟这是全国的比赛，而赢了你是代表台湾要去日本要交流啊。
去日本交流是什么状况？各位同学们知道吗？在日本的那个舞蹈教室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大人小朋友，舞感都非常非常厉害，都在你旁边。老师跳完一遍，他马上会跳，结果你们还在学的过程，他就已经先会跳了。那是不同的压力。可是因为艾丽达跟琼国当体总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所有台湾的人能够的选手们还有学生们能够去跟国际接轨跟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应该要掌声鼓励一下吧。我希望每一队的队伍都有机会代表台湾去跟国际的这些其他的舞团跟教师能够交流，希望你们能够进决赛，谢谢，谢谢。